就进来了。嘉怡，你这个月过目头啥啊？我梦到有足侪人跟我对杀，足恐怖的。大概我妈若真心，我拢若真像重新活过来。从细汉到大汉，梦到的我甲现实中的我虽然同款，啊，毋过梦到的生活实在足恐怖的。我若是迷茫的时阵，我拢想要赶紧清醒，赶紧清醒，我不爱留当片了。嘉怡，快，你莫惊哦。我永远留在你的身躯边保护你啊。假使讲以后你若做黑帮，你就大声叫，我会赶紧给你叫起来，哈。是讲吼，我若要去台北出差安尼，两个月，工资也无长，工资也无短，这么看你安尼哦，我哪当放心放你一个人？家己去台北出差啦，这你放心啦，我嘛不是一个人啊，有阿爸甲阿母陪我。而且公司派你去台北出差，是肯定你的能力。等你回来，就要新主任啊，阿爸甲阿母拢足欢喜嘛，足期待啊。是，那是我好运，会当找到你这么水的某，搁再熬下斗三工，我才跟你结两个月尔呢。你著替我一个红婿吼，娶来这么多好运，这一定是我顶世人有烧好香。是啊，所以你去台北就不用黑白来，那无我就把我赐予你的好运收回来，转送给别人。你敢？你唔惊我对你？你敢？天瑶与嘉怡是一对感情非常要好的新婚夫妻。两人如胶似漆的身影，从婚前到婚后，都是村人们所熟悉称羡的。只是这对新婚不久的恩爱夫妻，却因为天瑶即将北上讲习，而必须短暂分离两个月。隔天一早，一家人临行依依送别天瑶，并祈祝他一路顺风，平安归来。只是此刻，任谁也料想不到，天瑶这次的短暂离别，却是李家一家人梦魇的开端。只身北上的天瑶一到台北，台北分公司的人便立刻为他这位南部总公司的年轻干部举办一场私人欢迎会。没想到，诡异的事情立即就接踵而来了。来，我见咱未来从少年的主任李天瑶，李主任，你好。对啊，主任，您来，您来。干杯啊！哦，啊，李主任，我敬你啊，以后望你好啊，管客办啊。多谢大家啦，但我今麦不是主任啊，你莫叫我主任啊。哎呦，拜托一下，这是早办的代志，咱今日是迎新庆祝最后一班，来，咱大家来，感谢李主任来，真，多谢。官啊，你嘛真大牌呢！啊，登台登到这么贵啊！来，先来甲阮主任陪坐一下，来，慢来，饮三杯。哎呦，你哪能讲话啦？你甲人欺负，讨厌，你咯。主任啊，啊，你嘛替阮讲一下话咧，哈。话啊！主任注意啊！
你才听啦。嗯，我阿姨咧，再不是跟我做伙。啊，嘉怡，嘉怡，你精神啊？啊，张美玲遐尼坐手，即马头一定照讲的吼。是啊，啊，可是真的，我也无想要啉遐侪酒啊。先讲遐同事哦，拢真认真咧怀疑我，我歹势共胡喘。唉，叫他教伊，你同事起台北。张梅啊，我到的时阵哦，你就已经啉啊差不多啊，是恁同事把你送来阮房间的啦。哎，时间你要无早，你紧的起来，我要出门啊。你的房间？啊啊！这什么所在啦？阮家。你不是嘉怡？哎呦，你总算是清醒啦！昨暝甲我抱条条，佫一直叫嘉怡，嘉怡。安怎？嘉怡，是你的七仔？你到底是什么人啊？我叫做雷官啦。啊，有闲，你也常常来甲我捧场哦。时间差不多啊，我伫要练过啊。啊，等下哦，你要出门的时阵，替我把门关起来就好啊，好。奇怪嘞，伊咧甲家己生甲一模一样啦。三天的时间，啊，今仔日钱准备好。拜托伯，你是猪哦，头壳歹去啊！三天，你搁要去倒欠三万块给你啦？雷官，咱出来走跳，讲的是规矩，你应该真清楚。只干那两字，公道。我加予你三天的时间，伫个三天之前，我就警告你。你今仔日若无倒还我的钱，我就予你歹看。好啊，你若有才调，你就对我的面画落去啊。那安尼，我就无法度上班还你钱啊。开除水性的人是你，我无差、啊。你放心啦，我袂去顶动你的面。即马予你家己选择，是要伫倒手、倒脚，还是正手、正脚？我警告你，你若敢动手，我就要叫警察了。你两个起来救我，有人要偷我的钱出来，快点啦！伫个现场有倒一个敢来问，你若搁唔讲，我就要凊彩剁喉。等下。伊欠你偌济钱，我替伊还啦。你即摆。阁袂当先甲伊放开。你是倒来的青仔站？
伊欠我的缴械，不是小数目，是30,000元。好啦，只要你若肯放伊煞，钱的代志我想办法。而且你今日利息，我赶快算予你。这是外面钱。入来啊！你也毋是无来过，应该有印象才对。我有代志要问你。哎呀，什么都莫讲啦。稍等一下，我。哟。稍等一下。对天瑶来说，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虽然他知道应该推开眼前这个向他示好的女人丽娟，但是他却觉得自己正抱着妻子佳怡，只不过是一个热情如火、不同以往的佳怡。这样一闪而过的意念，让天瑶不想反抗，也没想过要停下来。不用啦，我这已经好啊，你看。有代志啊！哎呦，袂用你们，哎，我以为这里啦，不啦，真正真正。爸爸，失礼啦，失礼啦。这个你保身体啦。爸，我多谢啦，多谢多谢。生意无一样啦，搁在同一个所在。雷冠，你精神啦，雷冠。哎呦，那叫我好好困咯。雷冠，你起来，雷冠，起来啦！哎呦，你快叫起是要创啥啦？是安怎，大家的美梦拢这么短？你若是莫甲我叫精神就好啊啦！你伫出美梦？对啊，而且是足幸福、足幸福的美梦哦。我甲你讲啦，自细汉到大汉，梦中的我甲现实中的我拢做阵大汉哦。虽然我伫现实中过了无快乐，啊，不过梦中的我。足幸福，足幸福的，有疼我的爸母，有爱我的翁婿，我足希望我会永远伫个梦中卖精神。自细汉到大汉，梦中的我甲现实中的我虽然同款，啊，不过梦中的生活实在足恐怖的。我若是迷茫的时阵，我拢想要赶紧精神，赶紧精神，我不爱留在遐了。雷冠，你是不是自细汉，就予真实爸母送予别人饲，搁常常向爸母拍，高中无毕业，为着要替厝内还债，所以予人勒去手工。你哪会知影？我只是要的，你即摆生活一直过了真无快乐。搁常常为着红妥协、红推散，你照这个伤，都是红妥协、红抬着伤的，对无？我只是徛在你的头替你想，像你即摆做主家女的，生活一直过得真艰苦。我感觉你甲其他的查甫人无同款的。少少人会徛伫个别人的立场去看代志，像拄只你替我行情的时阵，
这就是两人的开始。只是丽娟不知道，天瑶已经慢慢从她的回答中推测出丽娟与佳怡可能是一对双胞胎的事实。同样的出生背景，噩梦与美梦的交缠更替，更是双胞胎天性召唤的最直接印证。同样的出生背景，噩梦与美梦的交缠更替，诸多天性召唤所对应出的佐证，很明显的为丽娟与佳怡这对双胞胎姐妹关系做了最直接印证。任谁也没想到，这两个血缘相同的双胞胎姐妹，虽然从小离异两地，其第六感所联系的命运竟会如此浓烈，只可叹造化弄人。这冥冥之中牵引并没有让两姐妹产生太大的交集，反而是共业出一个共同的男人李天瑶。这个错误的开始将为天瑶、丽娟与佳怡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接下来这三个人的命运即将面临史无前例的重大考验，如何走出一个最完满的答案，就看当事人一念之间了。在两人这一来一往的过程中，丽娟也在不自觉中慢慢对天瑶投入了真感情。每次看着天瑶，丽娟都有一种错觉，觉得天瑶就是她梦中的丈夫，那个极尽呵护她的梦中情人。所以即使她知道天瑶在南部已经结婚娶妻了，还是对天瑶放下了浓烈而深厚的感情。已经有咱两个人的骨肉了，算起来是你要去台北进前有的，所以你台北的公司拿出理后，一定要赶紧回来啊！想你想到心痛的佳怡，佳怡有事啊，我就去做爸爸。谁啦？是我啦，你紧来开门哦、喔。好啦，谁来啦？谁来了？你怎么才开门啦？你是藏物件哦？无啦，你来坐啦。好啦。就啦，你今日才走入来。我摕洗好的相片给你啊，你看。这紧就洗好啊。你是安怎啦？那你对我笑啦？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你讲啦。好、哦，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啦？我有心啊！你讲你有心啊？我有心啊！天瑶，你是安怎啦？把囡仔摕掉。为什么？我不爱啦。丽娟，我是有家庭的人呢。假如讲你若想要替我生囝，会替我造成麻烦，你知影无？我知影，我嘛有想过啊。我嘛袂少岁啊，我知影我家己的身份，
我未要求任何的名分呢。只要你好我跟你做伙，把这个囡仔留落来，我爱的只是一种家庭的感觉。无可能啊！你未了解。我是安怎未了解？我已经什么拢卖，我干哪要巴得来的囡仔？我哪会要求？敢有过分？这是我的骨肉呢，我爱甲伊洗落，我唔爱甲伊提掉啦。丽冠，你根本都唔知影状况啊！是甚物状况？你讲啊！你讲啊！这就是我的理由。这是啥？哪会搞到生出遐形？这是阮某家己的相片。我头一过看到你的时阵，就参像你这么同款，看到家己的相片无得接受。我是想袂到。一个世间上，竟然有两人生甲一模一样。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你甲伊是一对相生姊妹啊！无可能，无可能，我唔相信，我唔相信。李冠，这拢是真实的，甲伊甲你同款。拢是人的养女，伊嘛甲你同款，常常会做面包。也不过伊养爸母环境真好，甲你完全无同款，所以甲伊望到的是恶梦，你望到的是美梦。那是因为你望到的是家己的状况，家己望到的却是你的生活。更加让人受不了的，是你在现实中让人太着想，加伊在梦中，伊同款的受伤。就是讲，我的美梦拢是真实的，我甲恁某真正是相生姊妹。李冠。那不是因为你甲家己生甲一模一样，那不是当作是我甲你当作是伊，咱两嘛未开始，我是无可能对不起家己，而且你家己，阁是相识姊妹啊，就凭这点，我就无可能带你转去。李冠，即摆生活，你应该真习惯了。你就将我甲你的代志放我袂记得，我会给你一笔钱，看是要偌济，我会尽量想办法给你。丽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竟会一直在被摆弄中，活了二十几年来，第一次知道自己还有个亲生的双胞胎妹妹。然而血缘的关系并无法改变什么。反而只是更揭露了残酷不堪的事实。一瞬间，丽娟整个人都瘫了，她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算算去了，算算去了。可能这就是我的命运。既然天公被安尼安排，我安怎做拢无路用啊！李冠，天佑，多谢你这段时间来的照顾。不论你是真正对我好，还是把我当作你的某，嘉怡来疼疼，我拢感谢你给我一段这么真实、这么美好的梦。
再见。在这一季清淡的吻别中，天瑶与丽娟的关系画下了句点。随着台北的讲戏结束，天瑶也回到南部老家，重回平静的生活。只是本以为已经结束与丽娟的放纵过往，竟会突如其来的朝她席卷而来。陈舅妈，陈舅妈，你爸来拜拜啊？家己，啊，你哪在这家？是安怎哟？无啦，啊，我拄仔就伫个厝的附近看到你，啊，你迄头毛哦，搁电个安尼翘翘翘，啊，搁抹粉滴，我才想讲哦，你讲伊者，头外者都无看你的人，啊，你即摆哪会为庙的内底行出哈？这边哪有可能？我伫甲天瑶做伙啊，而且我嘛无可能真甲像你讲的安尼翘翘翘。春娘妈，你一定看唔对啊人啊！哦。偌济啦，年岁有啊，目睭较花啦，认唔到啦吼、哦。是讲哦，像咱家己哦，这尼啊可爱吼，啊，搁这尼啊贤惠，哪有可能会安尼啦吼？船长，我看到的，敢毋是雷管？天涯，天涯。嗯。嘉义，什么代志啦？我这边问你是什么代志嘞？你哪会规路拢安尼戆神戆神啊？无代志啦，可能是公司最近的代志较无闲哦，想一条失神啊，是你啦。哈，个人做伙搁想公司的代志哦，袂专心。哎呦，歹势啦，我知影你吼，可爱又搁贤惠，一定原谅我对无？嗯。你连我的话拢学传长肉，你实在有够贫惰呢。哎，好啦好啦，你来记啦。好啦，那就记啦，来吧。天娘，恁回来啊？哟，阿哥，吃拄好。拄则有人吼摕这张批来吼，讲是你台北的朋友寄来摕来啦。啊，你要紧拍开看麦啊，内底是毋是啥物重要的资料无？好啦。阿母，这应该是公司重要的资料，我即马摕来公司啊。阿母，来，我先来。哎哎哎，天瑶，天瑶。是安怎？哪会安尼慌慌公公？阿嫂也袂记得。嘉义，嘉义，这是雷管。嘉义，你还怎么嘉义？你清醒啊，嘉义，嘉义，你清醒啊，嘉义。放心啦，你袂死啦，我刚才要让伊昏迷尔。你想哪一台？你想对嘉义安怎？来，慢了，就这样，你快点。行了，慢。行了。
少爷，小奶奶，你来这里还阁唔困啊？我着嘴干，想要啉一杯仔茶啊。好啦，你都紧去困啦。哦好，少爷，我来困啦。你看，我就是用你甲小奶奶的身份行入来。卡细声啦，行啦。你到底是要怎？你讲啊！你讲咧？你，我唔是讲过啊！咱个代志你大摆已经结束啊！你来阁再来遮闹啦！因为我后悔啊！你讲啥？这段时间我想真多，也想通啊！是安怎我的人生就安尼坠落落去？我嘛想要过好日子啊！美梦是会当实现的。你讲这话什么意思？哎呀，你嘛想介意我的对不？你心内到底在想啥？我无想要过我梦的人生啊！我要将我梦中的美梦好，拢变作现实。只要我变作嘉义，你在讲什么笑话啊？不是笑话，只要我把嘉义抬死，我就会用你甲小奶奶的身份在恁家生活。拄则你嘛有看到，根本无人看会出来，到底是我，还是嘉义？只要我装作伊，那呢？我梦中的美好。可能当变成真呢，我甲你嘛应继续做伙，过幸福快乐的人生啊！你这个气死了，这根本无可能的代志嘛！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我有自信会当变做伊，我阁甲伊本来就是上生啊，是安怎咱的命运会差遐济？甲伊，伊自细汉就互有钱人做囝。吃好穿好，家庭、翁婿，伊的人生是这么美满。啊，我呢？是安怎？我就要做酒家女，安尼好糟蹋。搁再讲，我不得来伊那嘞。可是讲我若安尼放弃，伊的命运唔就跟我同款啊？十年来的人生已经有够悲惨了，我袂用让我巴肚内因啦，可是让家己巴肚内迄个，你无家己来推掉？当然啦，那是咱两个人的骨肉呢。呀，咱得用这份心肝啊！难怪，你个记性啊！咁这家己在讲啥？真心是在讲生气。不是讲我对当话，你敢知影？我再讲，嘉怡甲你无同款，伊温柔又搁善良，哪里呢？这是一个酒家女，唔知跟我在怎么混过啊？好啦，你个嫌我给你钱无够多。我怎么给你啦？我爱你，不是你的钱，是我后爸生来的人生。真正无药汤医啊啦！好，既然你拢不爱我，我也无什么话通好讲。啊，不过你也会记，我绝对袂放弃的。你临时小事，家己对调调，那无，到一天你身躯边的人变作是我，你可能嘛袂发现。小蛋嘞，你若无将代志跟我讲做，你就免想要走。
去呀、喔！你莫遐唔甘活啦！后家见面的时阵，我就是你唯一的母啊！再见。北京。妈的！我头疼。这是对不起，是你逼我。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队长？啊！你是不是跟我打死啊？是不会怪你。不是你小心，是不是做我母？不是你做，是不是还介意？我袂做这款代志，这拢是你造成的，你袂怪，我怪你家己。你是干啥呀？我不出来要跟我爹你打的。我已经让你看一万多来面，这个囡仔，是你第一个。走去倒位啦？家己老体啊，你知唔啦？啥？家己老体啊？啥物时阵的代志啦？人已经送去病院啦。拄只阿涵转来讲哦，医生讲哦，家己老体啊啦。伊这个囡仔是足害嘞，三更半暝唔睏，走甲无看的人，这家己闹啥物办呢啦？我看你要安怎？家己。你清醒啊哟！你总算清醒啊！精神都好，精神都好。医生讲哦，那精神都脱离危险啊，无代志啊吼。阿母，天瑶，我哪会伫迄病院内底？我想起来，我的腹肚，我伫哪咧？阿母。我你哪有代志无？天瑶，咱两个你哪有安怎无？囡仔，囡仔，
当感觉出来，我把他的爱情拿去给无安啦。嘉怡，乖，你唔通搞好。你即摆身体袂使激动，即摆上要紧的，就是赶紧把身体调养好。囡仔无安，咱以后会当阁生一个啊，吼？你咪不搞啊？你红滚啊，都红红的伤痕。我嘛唔知啊，我干那会记哩，忽然间就讲起啊。啊！有人电话阿君啊，我袂用喘气。啊，后来我就袂记哩啊，厝诶都想袂起来啊。莫名其妙发生在嘉怡身上的流产事件让所有人震惊又难过，除了天瑶，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干了什么事，他知道他忽略了嘉怡与丽娟这对拥有生命共同体的双胞胎联系力之强，他后悔懊恼，却也无法挽回冲动下所铸成的大错。好在随着嘉怡的身体康复，李家人的伤痛也跟着渐渐平复，只是紧接而来的所有状况都将让天瑶措手不及。惊心动魄的骇人夜晚以排山倒海席卷而来。你用无算快，我无来计蛮快，你嘛较早快。天瑶，天瑶，从这一天开始，天瑶与嘉怡开始分房睡了。因为做了亏心事，天瑶经常魂不守舍，工作上不顺利，状况频出，在家里也被父母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时候看到嘉怡还会突然出现一副被吓到的模样，让全家人非常不解，尤其是无辜的嘉怡。才伫把迄个人的头毛掀啦，无咧，拄好望你来咧。那有可能？我明明就有看到一个穿红衫的人入来啊。无看咧。无紧啦，啊，我甲你讲，我要戴啥物头毛，你甲我用就好啊。好好好，我即边请。好。阿爸母，阿怎来？天瑶，入来，较细只。
阿爸，什么代志啊？天涯，你是不是有什么代志在瞒阮啊？我甲恁老母拢感觉你最近怪怪，我的后生李天涯吼，无亲像这么坐伫我面头前安尼，失神失神啦。阿爸，我无代志啦，可能是公司最近的责任较大，压力较济，所以我唔吃安尼。阿爸放心啦，我无代志啦。好啦，等你若想要讲的时阵再讲啦。阿爸、阿母，我回来了啦。呀，今仔日用甲遮水啦！哇，穿青衫还佫电头帽，袂歹，你看起来嘛较有精神。是啊，我想讲头帽我一个型，我一个心情啊。阿爸，天佑，我呢有水无？你来都水啊咧！天佑。你唔介意哦？你这个你做啥子啊？你是不是关心娃娃了？你穿什么衫？你做什么手干了呀？你是把手干换掉，等我手干买进来，给你啦！天佑啊，你来讲安尼的话啦，家己安尼做，嘛是为着要让你欢喜，唔才去电头毛啊。总讲你无介意，我卖使性地，话讲到遐尼歹听。天佑。我呢，感情真正歹看。是歹看，你给我出去！我无想看到你，你给我出去啦！出去！天佑，天佑，你别安尼啦，别生气啦。安尼，我把头毛电倒倒来就好啊，好不？伤只是轻微脑震荡以外，无啥物代志啦。昨暝脑波也检查报告出来，一切拢真正常。照这情形看咧，明仔载会使出院啊。敢真是用出院？啊，不过是最近啊，情绪怪怪呢。啊，无代无志要打人，安尼敢真正不要紧啊？啊，唔都报告出来，真是无啥物代志啦。阿母啊，医生讲我无代志就无代志啦。我看法即摆真好啊，可能是最近压力较大，毋才安尼。阿母，是你啦，这晚上害你不好。对啦，嘉义的，来无看伊人。你搁敢讲？伊惊讲你看到伊搁掠工啦，透早落去甲探某电落地，含要来看你吼，伊都毋敢来。伊一日我过也毋好。我若出院了后，一定要赶紧去回信的。绝对无可能是工作压力的问题，天瑶一定出什么代志，不爱让阮知影。李冠，这是倒啊？我哪来这？
害去帮着好天瑶抬死。怪，哪有一条这细的囡仔伫遮啦？佳怡，佳怡，咱来看天影好不？高明啊，你最近看到我拢无啥欢喜，我硬准讲我做唔着啥物代志啊。啊，你要找我去看倒一出电影啊？我不是故意，你别过来啦！你别害我，你别过来啦！天瑶，天瑶，你是安怎？你是讲无爽快是不是啦？你别过来，拜托！你别催我啦！你别催我啦！你别过来！天瑶，天瑶，天瑶，你别过来！天瑶，天瑶。天瑶是讲安怎啦？我嘛唔知影，拄只伊讲好好嘞，讲要带我去看电影，谁知影即摆变到安尼啦？李坤，我真好唔对啊，我不对。我的好命保你，我求你了，你别来找我好不好？天瑶，我是佳怡，你看好清楚，我是佳怡啊！你看好清楚，我是佳怡。你别过来，我不去，我记住，拜托，你别来找我了。天瑶，你别过来，天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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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你看天瑶为什么会安尼啦？我嘛唔知影。我家己老母搁咧烦恼，讲伊敢会去中邪？我看吼，我必须爱去找一个较老的法师来厝里看卖。你老家好啦，你莫出去，啊，若袂看到你吼，过掠讲。是啥？哪会跟我先生一模一样啦？敢讲是我常常梦到迄个家己？去年十月份翕的，那呢就是天瑶去台北出差的时阵。这是一个多么诡异的状况啊！柜子底下竟然夹藏着烧了半毁的信封与相片，而相中的女人又有着跟自己一模一样的长相。这个女人是谁呢？她跟天瑶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牵扯呢？天瑶连日来的异状，是否就是因为这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有关呢？佳怡看着相片，努力想要拼凑出一点印象，却怎么也无法理出头绪，一直到天都黑了，还是毫无进展。不行哩，不行哩，我对这个人一点么印象嘛无。哎呦，你到底是谁啦？哪会跟我先生一模一样？我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条是我的，我一定要得到伊。雷冠，雷冠，像是雷冠哦。敢讲雷冠就是跟我生做一模一样的查某？雷冠，我真好唔对啊！我不行，我会好好弥补你，我求你啦，你别来找我好不好？你就是雷冠对不？吴英丽，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弄好清楚。一连串的诡异状况逼得嘉怡不得不主动去寻求答案。留下一张纸条后，她便独自北上去找寻关于丽娟的线索，没想到却出奇的顺利，因为自己有一张跟丽娟一模一样的脸，很轻易地取得房东的备份钥匙，继而发现了丽娟的日记，接着就什么都知道了。到底是安怎？后生是即马逐工起痟了阿公，都给关在仓库边，要甲放出来。我是个乖乖巧巧的媳妇，突然间留一个字条，过来讲都无看的人。咱这家伙到底是安怎啦？头家，头家，头家，法师请来。紧，紧甲请。好好。恁后生是去敲着伊咩？什么？敲着伊？而且伊的三门七脉早就已经惊到魂不附体啊，所以伊才有失常的举动。啊，那咧是安怎？即卖先把伊的三门七脉收倒倒来归位，而且爱驱除女魂。假使若无紧甲除掉，恁后生搁拖嘛无偌久啊。对哦，来讲。你想去哪？我无代志，你莫对伊有别啦，请你出去。家己呀，你哪安尼讲啦？这事务是阿爸甲阿母请来的，你搁听在那创啥？出去！女魂，你竟然附在人的身上作怪，要进去！师傅啊，你现在是在讲啥？即摆女魂附在恁新妇的身上，你想？嘉怡，嘉怡，嘉怡，你有要紧无？嘉怡，嘉怡，嘉怡。地上，哪讲嘉怡先抓赶快？电梯公伯，搁徛在我遮，哈哈
走。你莫搁吵！今仔日我来，就是要带天瑶回去迎接做阿母的。莫啦，拜托我求你啦，帮我阮囝啊！对啦对啦，你帮阮囝，拜托你啦。这是天瑶骗我的，伊一定爱有伊的命来还。拜託你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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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我想要报仇你，阿姊！你莫再叫我阿姊啊！我无想的，我不会相信你讲的。阿姊，你莫再替我查走啦！你的灵魂会当附在我的身上，安尼你就应重新开始你的人生啊！我代替你去死！你用我的身躯甲替我做伙，去过幸福快乐的生活。啊！你上届面问，你讲是毋是？你讲啊，阿姊。好啊，家己你即摆咧后边讲啥啦？我无后边讲，是天佑是对不起阿姊的。我安尼做，大家才会好好活落来，这是上好的办法。阿姊，我讲的拢是真正的，请你相信我，有在我的心上。你莫想骗我。我甲你虽然相亲啊，姊妹，但不过千万莫去上学哦。你凭啥物有关心遐济啊？你敢知影？之前我阁想要亲手甲你害死。我会当体谅你的心情。你原本我比你较好命，比你较幸福，这我拢知影。我看到你的面子了后，我就安尼决定啊。我要用我一切的能力来弥补你，我爱你的后半世人会能过得最好的，所以，请你莫怨恨任何人，好无？阿爸，阿母，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丽冠阿姊，丽冠阿姊。答应我，一定爱护我的心，继续你的人生哦。重新过你的生活，你哪会这么噶？你心内安尼好坏，我就袂管。但你只管在帮小妹。阿姊，你承认我是你的小妹啊？你是这么可爱，善良，不管天涯选你，我爱我。可是咱两人最近大旱。我想，我的人生会更加快乐。阿姊，这拢是有命，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我的。
安怎将军嘛无路用？当初我若是当拍清楚些，今仔日嘛袂变成这种地步。兄弟，是你的。阿姊，阿妈哥，你还答应我这代志哦？啊，是啦。奶奶最近出事，做一条上佳快乐的小仙仔姊妹。阿姊，阿姊，阿姊。这算是佳怡第一次看到姐姐丽娟实体的模样，没想到竟是一具冰冷模糊的尸体。虽然当初天瑶是为了保护佳怡才动手杀害丽娟，却还是要付出她惨痛的代价。命运作弄人，总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差铸成多少无法挽回的悲剧。可怕的是，这样的轮回至今还生生不息。